选手韩浩翔。江毅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这个谭晓婷首先冲球。第一盘我们看潘晓婷的冲球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一号球是进了中袋，二号球正好可以直接的进攻。这一盘应该说机会非常的好，好好把握的话就可以直接一杆清台。四号球做左下方的底带，我们看今天的比赛的球步好像感觉速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慢。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毕竟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啊，它这个调试的时间呢不会很多。对的。这个另外呢，现场今天来了很多的这个观众，嗯，而且灯光呢也非常的强啊。刚才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就有这个汗流浃背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穿衣服穿的有点多了啊。所以它这个热呀，这个包括大家哈气一聚集，对，都是影响这个台速的因素。哎，对啊，作为你们职业选手，在比赛中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很及时的能够进行调整？对，这个是作为一个顶尖选手所具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吧。你看五号球这个位置稍略显尴尬，应该会打底带。好，华磊，不错。接下来台面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六号球中低杆固进就好。我们看七号球好像稍微有一点直，不过没关系，可以打一个拉杆，吃一库回来，做到八号球。不过力道还是稍微有一点的轻。有点小考验啊。对准度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不过这种球也不用想太多了，固进就好。这个问题不大了。看小陈来了。珍妮特里的机会，自由球的机会。看这一盘球，主要的难点在于三号球做四号球。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知道四号球右下方的底带可不可以过。如果要不可以过的话，就要做到四号球的右边中袋。这一颗球是三号做四号那一颗，是这一盘的最关键的一个点。非常保险的一个力道啊。对。你看这一杆应该是会打一个拉杆。拉杆想做右边的中袋，结果力道稍稍的大了一点，不过现在这个球应该也还好，可以进攻右上方的
底带。这个要稍微的要一点点的准度，稍微要一点点的准度。哦，漂亮。嗯。这两位选手的打球啊，我们不仅要欣赏他们的球技，而且确实风度气质都太好了。嗯，是。中国女子九球运动啊，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和潘晓婷的这个带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嗯，没错。当然，在中国台球协会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在推广台球运动方面，嗯、不仅是台球，这九球。另外像中式台球，像斯诺克，嗯，也都是蓬勃发展。对的，中式台球玉山世锦赛也是马上就要举办了。嗯，对，下个月第二届。啊，另外呢，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央视的这个和台协和这个世界台联共同举办的大庆的国际锦标赛，嗯，斯诺克的比赛，对，也是第一届第一次挪到大庆，也是获得了这个巨大的成功。嗯，没错。当时希金斯我记得在夺冠的时候就说了，这是我看到的十多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比赛。嗯，哟，这个球叫的，自己乐了。啊，他应该是力道有一点轻了，嗯、想绕球台绕出来做左下方的底带。对，结果力道轻了，现在变成中带。也挺好、嗯，不过也没问题，这个角度没问题，嗯、轻轻的点一下，做到九号球的右方的右侧的中带。看这一杆力道就非常的合适。嗯。嗯，这一局就应该没问题了。好，扳回一局，并且呢，下一局呢是迎来自己的。